位看到在我身后这艘大游艇了吗？现在要介绍的就是水碧岛最受欢迎的海上游览项目——海波巡游艇。在这艘豪华游艇上，可以享受到最贴心也是最顶级的船舱服务。无论是想要休闲放松，还是新奇刺激的体验，都可以满足哦。当然，就比如说，如果两位想要轻松一点，那就可以在甲板上来一次海上野餐，或者回到船舱体验水碧岛特色 SPA 服务。如果是想体验一些新奇的项目，可以选择浮潜或者海钓等等。这些活动都包含在海波巡游艇项目内，不会收取额外的费用。另外还有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都试试看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
这次体验了浮潜之后，感觉如何？看你这么开心，就知道这次体验是值得的。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，但有一点印象很深。当你结束浮潜回到水面，摘下面罩的时候，那时的日光落在你身上，十分耀眼。你整理了一下发梢，然后朝我微笑，像一条初出水面的美人鱼。这是我见过最动人的景色。